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最新的一个平行性调整啊，也是出了一个最终版。得到调整的卡牌有兵法、哥布林、女巫、古龙、天使、托马斯王子、凤凰、冰豆子跟瑞姆矿工。我们先来说一下哥布林，哥布林的放置时间是提升了 0.1 秒，就是说它放置时间会变得更慢，部署时间啊，哥布林飞桶是不会得到影响的。比如说它本来是1234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，现在的话可能1234会中途会顿一下，会下的比较慢，因为它是一个一个出的。然后再接下来是兵法，兵法的一个落地伤害的一个范围从 2.5 格变成了3格，也就是说其实用处不太大，就是解墓园、解古王的技能，或者是解骷髅海，可能范围要大一点点啊，节目源可能是效果要好一点，就能当成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大雪球来用，以前那种大雪球。暗夜女巫死亡时会有一个网雨效果，会产生一只小蝙蝠，这个加强还是比较有用的，因为本来毒药滚木是刚好把暗夜女巫给秒了，但是她死了之后会有一只小蝙蝠的话，这个毒药加滚木把它给解了之后，它还剩一只小蝙蝠，可能配合石头人或者是克隆来说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用处，因为还得解嘛，还得再补牌，但是伤害的话也没有那么高。古龙的血量是增加了 5.8%， 两只古龙的剑格从一格变成了 1.5 格。古龙的话一直不强，因为伤害太低， AOE 范围太小，增强一点血量可能会比较有用吧，因为这样的话烟花小妹可能两轮是打不死古龙的，这古龙增强一点伤害肯定不会到一个热门的程度，但是能稍微有点用。天使的话就非常离谱了，天使也是跟兵法一样增加了一个登场伤害，本来是没有登场伤害的，现在增加了一个登场伤害，它会有一个落地的治疗效果，就相当于是一个半个冰豆子的治疗效果，落地直接治疗，是有一个 2.5 格的范围，是之前一个电法的落地伤害的范围，电法跟兵法，现在兵法是加强了变成3格，也是非常有用。比如说天使就会非常的克墓园了，我在家里下个女巫婆婆，你直接毒我，我直接下个天使直接来一个治疗，或者是配合三枪可能也有不错的效果。然后再就是偷猫手房子削弱了一只，削弱了两只偷猫手，就是王宇偷猫手房子爆掉之后，从三只变成一只啊，感觉没什么大削，你三只变成一只过来一样能打塔，没什么大的削弱，主要是强的是偷包手啊，跟偷包手房子无关啊。凤凰的话攻击速度从 0.9， 每次攻击从 0.9 秒变成了1秒钟，影响不太大，削弱了 10%， 就打10下才可能少打一下，凤凰的攻击速度本来就挺高的，影响不太大。威猛矿工削弱 2.2 的一个生命值，影响是蛮大的，影响挺大的，因为威猛矿工的血量特别的厚，他削弱 2.2 的生命值跟其他的兵差别挺大的，因为他的血量本来是非常非常厚的啊，非常非常厚，削弱 2.2 影响挺大，就是没有那么能扛了，但是并不影响他热门的一个位置，因为他的属性比较好，能换路，有炸弹，炸弹还有控制，又肉又能沉底，当一张英雄卡还有一种过牌的机制效果，非常不错的一张卡，这个削弱应该不会影响太大。冰豆子的话从 1.3 秒的控制效果变成了 1.2 秒，削弱了 7.7%， 这张卡这个削弱对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，因为差 0.1 秒可能就解不了电法，解不了猎人了，之前都是可以完美解的下一路，很多兵都不能完美解了，可能配合防守猪啊，防守家居影响都挺大的。好的，这期平行性的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如果没有关注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啊，大家拜拜。